果说这是游戏的话，裁判也没出来。如果说这是综艺，这个群演也太逼真了吧？这是影棚吧？影棚？太小偷了！这顾小姐不是寻常人。小姐，您是长庆清风楼顾新武老爷的女儿顾清桥。哦，我还是个富二代呢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能文能武，家境殷实，简直是活脱脱的现实版男神。我一直把你当做妹妹。啊，悲剧，真是人间悲剧。我们清风楼的外卖风雨无阻，不要把我们清风楼发扬光大。那是不是回清风楼更容易想到我们家乔乔？走。眼光可高着呢。哇哦，好帅啊。公子这么奋不顾身的救顾小姐，是不是因为顾灵精怪？渣男，还会撩我。珍珠奶茶，这是真的珍珠？这是什么峰回路转的剧情？现代悲剧，古代重逢，难道我要迎来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吗？对不起，我哇哦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